我想要这下怎么一百呀，这进入。 快挂了，要抓！我起来，别快，不然直接杀掉也没差。好。哎，拔刀地可以玩哎。 加跑速，加攻击，就可以吹个攻击特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解体兔这时候发动是？哎、欸，小鸡靠腰，在哪里啊？对上，哇，跑了！我看到啾啾的声音，就看到小鸡直接跳下来了。来不及啊！我完全没听到哎、欸，我没有注意到，我就看到你突然说。 就是你这草食人在那边废家喽，小鸡也不会护好。然后又一个调查报告了。哎<笑>、欸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在哪里？突然不见了。哎、欸，你搓一搓，搓死之后才跑出来，干这种自私。不是啊，我也没抓到啊。<笑>你抓不到，我代表不能放，我抓。 不行啊！<笑>我刚那时候看到，我刚才是突然听到啾啾啾啊！我也是，我是一转头就看到那只背甲龙，就突然有小鸡了。那只背甲龙就生小鸡，因为他我连两次他都直接跑来森林觅食啊。 所以我就习惯在森林等他了。谁又在杀小动物啦？飓风一直出现了啦！<笑>我。 你看啊，来仔了。你看他会来跑森林觅食啊，所以我都会在这边等他。哦，我那时候是在6号出来就堵到他了。嗯，不知道，我从来没。因为这边好撞啊。对啊，所以因为该这边他穿过那个细缝啊，他是细缝，我就拔过，终于拔过去撞他。你上面那边有人撞，管他的。可以啊。 那边也可以。什么意思？啊，哎呀没了！哎呦呦，下去了！哎，还是有，还是有。哎，还有受残组，你知道吗？我算好的，都在计划之内。好，了解。过度谨慎，有没有？过度谨慎，太谨慎了吧？我来啦！祈祷他不会变红。真的。 走开啦！拿我的剑！<笑>我看到你的那个石头是凭空飞出来的那个，<笑>好可怜。 好爽哦！又晕了，我很晕啊，黑的。
过来，我要抓着你的尾巴。好远，好快。哎，有了，顿了一下。有点螺丝啊。尾巴可不可以断了？在他还没死之前。哎，没死，他要睡了吧？怎么可能会睡？我看他身体在摇晃，喘，被他要死。哦。啊！没得断，残忍。难道你们刚才一连串 combo 就不残忍了吗？哎、欸，我打开看谁伤害最高、哦，看一下、啊。都打完了，开也看得到。可以啊。爆战法、啊。要离开这，要离开这任务才会看不到。小满，哎，萝卜糕16000 ，HTT 14000，谁残忍？讲清楚。我操！讲清楚。我才5000而已耶，不过真的很好玩哎。是，不能玩跳跳跳跳的。一啊 ，H 一撞下去就看到受残组，还要倒一次。要不是没显示，那受残打了20000啊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有可能哦。人蛮。哎，只是猪对墙壁的受残那些有效吗？没有、啊，他说除非是你叫，哦、你要他变成水虫才有效吧？要在队伍里面，对，要在队伍里面过来的那个也有效，应该算是有效，因为他也算是水虫啊。照理来说，他应该也可以。那我下次就去带一只来试好了。就带到那个是，他叫来的是你还有其他家的猫咪。哎、欸，我没想过叫那个来试紫蜘蛛哎、欸，紫蜘蛛最高是3还是5啊？五吗？哦，这是提高上，这是有提高上限过的吗？还是没有？我不知道有提高，反正是5吧，没有提高啊。有提高的话，我不知道之前是几啦。哦，三，之前是3。哦，我去挖个草，还是你们要打什么？对啊，我也要挖草啊。还差一场活动，一起挖。OK。嗯？啊？没？超绝啊！打得过吗？需要 loading。哎，结束活动了。啊？结束活动？什么活动结束？怪物单珠了。哎，结束了，卡池结束了。3月2号啊。好，走。哎呀，对，还有你。柱已经没有了。还有。还能抽啊。没有，不能抽了。我只要那个任务。哦。那个柱的任务。这么久。最后一个等我。这不用久。急救急。好了，我听到声音了。还没啊！我看你准备 OK 了。哦，我以为你开始了，白痴哦！你，我看到你准备 OK， 我才要说好了。这是什么？救急！小满，还好我已经有2只了，其实蛋蛋没抽到就还好了。
去上个厕所。引导等级加一，可以。哎、欸，我看冰牙龙，你好，你好。拜拜，起飞。太古的宝珠，我还没去用今天的，还没用完。你们今天的炼金炼了吗？还没。炼金啊，真积极。积完了。我快。早上剪完片就赶快弄一弄啊。所以才看到我带上线的、啊，好友之证，虐鬼的，哦，记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哎、啊，你们等一下要刷什么吗？嗯、我没有啊。那你们要继续刷猪只，还是再继续陪我刷票、啊？都行。你是要做那个事务吗？对啊。哦，我去用一下、那個。应该是刚把两那个另外一把小鸡的也升上去了，那把小鸡也要两。哦，你说那把那个免的吗？还是啊，双刀小鸡啊、哦，我大锤小鸡已经升过了，当时就先升了。手感闪耀之焰，开始。打什么？啊？不然打票啊？打什么票？就掉挑战票。对啊。票局啊。不想打的话，就刷猪之后巨魔啊，看你们。是啊，对，有巨魔，是不是好几天没碰？可能打巨魔啊，不然大力脉预言缺啊，不然之后会开啦。之后是什么时候？不知道什么时候。PS 开刚出而已啊，要准备出了。应该是名次之后才会开，才会开。没出，大概吧。这样，我们的战斗服要变，对不对？是，要变成那个吗？装备。我的是那个预设的旗袍啊，红色的，我蛮喜欢的颜色。好，我等一下换。哦、no, 啊，武器要带什么？我、oh, 要白色。不能有防御的，就只能是那个、啊。白色一样冰雨。小鸡双刀啊。小鸡双刀也是可以啊。鸟笼，我先用完一下这个练那個、蒸汽。好啊，你先练啊，把它练完。那我去换一下。这
机灯的耳机上。想等电脑好再去蹭，来啊！哎，76了，好。可以改啦。结束了啊？没有，猫咪怎么来的？啊，受不了！我决定去克制这个小鸡双刀了。克制什么？异常属性。对啊。我是小小鸡双刀。哎、欸，这小鸡双刀和大龄卖玉嘞，也太贵了吧！哎、欸，他 level 几的啊？11还是12啊？当然11啦，要大龄卖玉。算了，克制一阶就好了，一阶是一般的龄卖玉。哦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开谁的 ？Rusty。我看个东西。谁的巨魔现在有古龙，就开谁的。等一下、哦，看一下我的。看，我要先看。好、啊，那看来是开我的了。天哪、啊！一打开就有一只冰咒，不知道是哪里的。那我看一下我的好了。嗯，松软天果吗？啊，松软的慈爱吗？啊、松软的慈爱。他升级叫松软天国嘛？嗯，对，松软天国。团票局要两张，对啊，我刚去把它升了。那我去看一下。不用看啊，打开地图看就好了。对好。哎、欸，我有两只古龙哎、欸。啊？我就一只红鳞麒麟暴鳞龙，麒麟阎王。哎、欸，那麒麟，我要麒麟。可以啊。而且你的100%是力战的、欸，太棒了！我的还不一定。我能掉大力麦力的只有童年暴力。我的冰咒还不知道会在哪里出现。它几乎是全地图，除了岩浆。它是全地图啊！啊，重点就是我的地图有些没有七等就没有。来吧，来了。等一下，我换个装备。松软天国。哇，差点不够哎、欸。所以才要刷调查团票局啊。不是啊，我是说我的悟空龙的后鳞片。恐龙巨魔杀很多只啊，一定够啊。嗯，我问题是我没有杀很多只。
我的浮空快被我杀到绝种。我来换个颜色好了。我还会掉那个粉哎、欸，还会掉毛。这把做的真棒，还掉毛，棒。好，就这个颜色。储存。这掉毛真的好好笑。我看一下。是要在外面才看得出来。没有啊，你那边乱挥就有毛了、啊。哦，你是换乱挥哦。完了来。我麻烦一下。我搞你。而且会移动了，我慢慢渐渐的移开了。越来越远。哎、欸，之后为什么要走比较快呀、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哦，也是机油。哎、欸、，P 那个 HDT 啊。之前看 PS 他们都有一个巨魔之地的那个组队那个系统，不是 PC 下面还没有上时装吗？什么巨魔之地组队系统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没有在，我 PS 4没有玩、啊。没有，我看人家都可以直接先组队之后就可以集体进去啊。可能之后的吧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嗯。好了，我先下来放包桶。我正在 loading。好久没玩了、欸、这爆桶的位置在哪里？要在这边吗？太久没农具了，太久没炸了，而且之后名次也不需要巨魔的素材。我来了，名次还是要大力卖玉吧？需要吗？需要吧。看起来不太需要，因为我觉得他都是那个素材呀，什么什么米斯龙的那个什么矿石之类的。他那个身，哎、欸，你怎么会？嘿、欸，有人是不是穿错衣服啦？没有啊，不是他站好，你根本没站好。我刚有站好，我也没动过啊。没有，你站不够近。阿峰，你进去干嘛？还有一次啊。我身上有那个啊。啊，哦，我身上有守护，我的，对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还没丢。你的守护怎么进去？没错，多了30滴防御了呢。我去换一个。我炸一次就走了。自行炸裂。听你的节奏被打乱了，我可以这样。有心结啊！红色都是队长啊，你是不是想单飞啦？是，怎么是我？刚、啊、刚那个没有一起死的不是我、啊，我也不是红色的。我去刷了70几张船票出来，我也想刷。我那时候想说，看看还不用扩散比较简单，结果并没有。扩散，拿散弹就好，你拿扩散。因为要追人啊。船票呢？啊？船票呢？啊？我们是不是误会了什麼？等一下，对啊，要追谁啊？我们的代沟开始出现了，各位。完了，年龄完了。